你看到没有？拿出都是夹链袋装好的，哎，就有点像刑案现场，像不像哈？一个一个拿出来啊！你看石头这么大啊，石头这么大，有没有什么玄机呢？有，因为合约跟合约是不符合的，对不对啊？所以结论是，整个新竹球场像是一个废土掩埋场啊，明显是偷工减料、违约，不可思议。大家想到了什么哈？然后这个专案管理跟监造单位同一组人马。同一组人马，所以今天高虹安这个动作呢，当然是这个有备而来了，同时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周延。你今天听他讲，高虹安年轻人，他的口条不错，蛮接地气的哦。他讲论述很清楚，一代一代告诉你这代什么含义，那代什么含义，时间点等等，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怎么看？这个就是政党轮替的必要了。如果今天没有政党轮替的话，现在新竹棒球场搞不好职棒球员已经在上面练习了。对，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已经移交给点交给所谓的魏全龙的这个营运公司，叫龙来公司去经营了。那如果今天是假设是沈慧宏当选，可能一上任第一件事情，我们的新竹棒球赶上完成了啊，我们再办一个开工典礼，然后林志坚再邀请来，然后呢，红姐我们做到了，又再演一次。幸好政党轮替了，把这个问题挖掘出来。那这一次其实你知道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那个记者会、啊、上面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高虹安开到一半突然说，哎呀，刚刚有个最新消息传过来，电线不见了。就是明明挖一个洞，挖到一个废弃的电线，那因为那个电线压在他那个土里面，他没有把它拔出来。他们说好，我们明天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都要找剪掉，他们要把这个全案、哦、移送剪掉，然后呢再让剪掉来做这个证据的保全。因为这个电线是有可能发现说是从哪一个工地来的废弃物，就是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看出这个球场里面埋的土到底从哪里来的，或者是说因为有这条电线，所以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把整个球场的土壤全面开挖。可是开挖市政府没有这个钱啊，没有这个预算啊，所以到时候是剪掉来办案的时候说我们要不要全部开挖。那所以这个高虹安他开到一半突然发现说，哎，电线不见了。对呀、啊，这好可怕，这是怎样灭证吗？啊，这个工地主任移除的，他说是拔除的时候费了一些这个力气等等啊，没有接到有保全球场的讯息。然后今天早上巡视球场的时候，觉得电线不能够出现在球场，所以他在移除啊。那市府呢说会把这个电线交由剪掉做证据。对，因为这为什么这个电线很重要？第一个。土壤，如果你今天都是土壤，有一些大颗的石头哦，对，厂商还可以说啊，没有啦，是我们这个筛选石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对，它可以用缺失改善就好了，就这啊这一块把它再埋回去就好了。可是当你里面砖块越来越多，哎，有20公分的砖块，是啊，有石头，有这个电线的时候，天哪，你是怎样打球打到一半要充电是不是？这匪夷所思嘛。那唯一合理的怀疑就是废土掩埋，对，就是他从别的地方运废土来掩埋在这个球场里面，而当初把这个土地挖出来挖空了，那哎，这个营造商这样是有问题。为什么他帮人家这个清理，等于说帮人家把废土拿来掩埋哦，他还可以赚一笔，对，然后呢他又没有按照规格去把这个合乎规定的相关的土石去铺设成球场，他连这个成本都省掉了。那12亿跑哪里去了？12亿跑哪里去了？对，说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我们给了新竹12亿，给了林志坚12亿，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垃圾掩埋场哦。对，所以这个炉渣哦，你要知道那个刚好今天就是昨天晚上了，应该说昨天这个时机点也很巧合，台南的炉渣王被收押，那个郭在清昨天被收押。今天刚好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棒球场变掩埋场。好，今天还有人说会不会再挖下去，真的会 挖到炉渣。对，很有可能。因为高虹安只是随便找一块往下挖而已，他没有挑哦，他不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下面有电线，没有，他是不小心往下挖发现的。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教育部体育署哦，这个是2018年，这边都有时间，民国107年12月的一份报告。它这个手册是干嘛呢？手册是要告诉你说，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设施哦，你在规划设计的时候要如何哦，这个有一些常见的缺失，然后呢，体育署就规划说哦，我把这个东西汇整成册，
给所有的县市政府参考，说哦，以后你在规划这些运动设施的时候，就不要犯这些错。好，那这一页就是针对红土球场。红土球场，它第一句就讲什么？红土球场的基底层规划及施工时，要避免使用废弃土壤、砖土及营建废弃物、炉煤渣等。全部在里面了，现在全部在里面了，写得清清楚楚。对，好，然后再来，他就告诉你说，正常的这个红土球场哦，它的每一层应该是怎么样哦？有十公分的红砖粉啦，有十五公分的厚砂质壤土啦，有十五公分的厚碎石的这个基配啊，后面下面再埋这个六寸或四寸的透水网管啊，然后最下面再是原本的土壤把它压实。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个球场。喂，它跟水泥地板不一样，球场或是这种运动员要在上面奔跑的，它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反作用力，你必须因为他们要在上面奔跑啊、飞扑啊、扑街啊，如果你的球场的这个土壤层没有按照这样规格，球员容易受伤。你看，果然打两场，一个球员一个明星球员受伤，找到元凶了，就是你的土壤乱埋嘛。你的这个红土球场根本不合规格。好，所以我们今天抓到了问题。可是你要知道，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本手册是2018年的12月出版的，新竹棒球场是2019年1月决标的。那为什么新竹市政府没有按照体育署说的这个手册来做呢？你的厂商不专业没关系啊，你是否可以把这个你决标之后，你得标之后？我把这个手册丢给这个厂商，哎，你没有，你不知道球场要怎么设计，对不对？来，照图按图施工，对，就有范本给你看了，教你怎么做了，没有，最后发现是废土，哎，那里面呢，就我跟你讲，这不是厂商，这不是只有厂商有责任哦，当时公务处的相关的，对，监工的市府的官员。都有责任哦。不止如此，但还往上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官商勾结等等。甚至我跟你讲，当时我还去查了一下当时的评选委员，里面有一个评选委员，当时是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地震处的处长，现在是内政部常务次长，升官了。哦，哎，现在是内政部的常务次长啊。啊，那当初你出席这个会议，评选出这些厂商，你没有责任吗？所以一环扣一环，新竹市这个绝对是弊案。我在这边直接讲，这绝对是弊案。评选的时候会有会议记录吗？会，应该都有。所以，可是我告诉你，新竹市政府最过分的是什么？过去林智坚时代最过分的，议员去跟你调资料、跟你索资哦，他全部跟你说这是机密，全部列为机密不公开，不提供，不给你监督。所以政党轮替很重要，就是这样。高虹安一上任，哎。马上发现，今天除了这个土地的问题以外，对，他们还有什么问题？你刚刚讲的这个监造跟这个设计同一群，是啊，哎，这会不会太离谱？然后呢，等于说这个叫球员兼裁判嘛，对，就是你在监工的过程当中都是同一组人嘛，你施工跟监工同一组人，那你当然会出事啊。对啊，好，那再来我们讲，比如说当初这些土壤在施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旁边看你是运从哪里运来，运什么样的土进去施工？如果都没有人看的话，难怪会变现在这个模样。可是他们以为说啊，我埋在地底下看不到，没想到居然是用挖的挖出来了。所以这个绝对，我讲这会是林智坚真的很有可能他这个五星市长，嘿，这个绝对是他崩坏的第一步棋。以后变垃圾市长。哦，这个我讲，这个最后查下去，如果真的跟他有关哦，他还可能有这个别的问题哦，是可能还要吃官司的哦。而且不止他嘛，啊，往上之前大家都说高雄不新竹这个东西会不会，因为他不止一个案子，不止新竹棒球场，没错，别的啊，没有，这个才是第一步而已，对，才是第一步啊，这是第一个大密宝而已，啊，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当时这个今天的记者会里面还有包括他们连办球场开幕活动，都不是用正常的公务预算，他是用。都跟基金，拿你知道拿类似这个叫市府的私房钱，特种基金去支应，那你都跟基金应该是专款专用，用在都跟相关的这个用途啊，你怎么会用在棒球场？难道这个棒球场整件是都市更新的工程吗？更新为掩埋场啊，对。所以今天你看你的这个基金乱用，土壤乱埋，工程乱盖。
光是一个棒球场问题就一大堆。我刚刚看那个媒体报道，明天一早高虹安就会把这全案哦移送检调侦办。哇，是不是有听到这里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哈？这个只是起点而已，对，只是起点。我听到的是说，是接一月份还有别的案子还会陆续发生啦。就是这个新竹市政府会陆续启动这些相关他们要查的大密保，一个一个都要把它揪出来。对，一个一个都要揪出来，千万不要停。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了，因为它这几个时间点非常非常的接近，就在前后而已。所以当然啦，这个很多人会用一些政治的一些阴谋算计来思考高虹安的一些做法，比方说你这样做是要做给谁看啊？做给检调看，做给蔡政府看，让他们对你的案子啊，能够这个重重举起，能够轻轻放下。你逃过了这个司法上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也会让这个新竹的这个部分呢，大密保最后无疾而终？睡眠问题的话，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 321，邀请大家多多支持。